身材再好，你就算你嫌弃他又不是你家的，对不对？感谢哥们送礼物啊，谢谢！欢迎刚走进九九三的宝们，欢迎来到九九三全网级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然后喜欢看跳舞的直接点一下左上方的，喜欢左上方的舞秀秀嗨翻天的预约，或者点一下预约，我眼力也大，好不好？然后在这里可以把关注点一下。然后咱们把星星点一下，咱们先把星星点到一千啊！喜欢麦的主播可以右键关注他。我告诉你，就你，不要让我在九下再看到你，不然我也不能把你怎样。来，咱们把免费花可以送一送。哎呦天，我把自己点下去了。然后，然后还有两支舞蹈的时间。不然就休了他，他又不是我家的，他又不是我家的，对，这个还有吗？这个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麻烦制造者吧，好像。然后还有两支舞蹈时间给你们，再跳了两支舞蹈。大舞我们是专业的，知道吗？你不知道我的名字，大舞小天后吗？知道不？给我喝口水，那还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看过。我救不下去，哼！那个，先给你们再跳下面一支舞吧，跳个。Kiss， 当代蔡文姬，什么鬼？怎么不明白这个梗啊？
谁真的是来看跳舞的没有？都是来看人的，对吧？我本来就是一个尬舞主播，对不对？你们非要让我啊，不像我的风格啊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本来就不是来看舞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懂。啥了？我咋了？你们不要刷了，这人太差，坏人，差评下去。我跟你说，我要不是没权限，有权限我就不理你。对，欢迎刚走进九九三的宝宝们，欢迎来到九九三。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喜欢看跳舞的点击一下左上角五星红色翻天的预约。还有一分多钟啊，我要下去了，不要再刷了，我要下去了。浪费钱何必呢，对不对？浪费。然后在这里把五星红色开翻天的预约点一下，然后喜欢主播可以在这里把关注点一下，然后咱们有打卡点心签到的可以在这点心打卡，然后在这里可以把免费花送一送，喜欢那样主播可以认真关注他。好了，咱们跳最后一支舞蹈我就走了。然后我们10点钟会直播，对，10点钟直播，然后咱们就下个星期再在九九三叫，再跳一个符合我身份的大舞的舞蹈。